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Vijaya Sambana Jom Yobhi Vali然后，这里维吾尔人啊，民族，这里的民，它所指的是圣者的智慧。为了要可以升起民智，必须呢实践以下的修行。具足民智的人是，他绝对不会呢行恶行。缅甸政府呢是有在逮捕不良的僧侣，不良僧侣的法术呢不属于是民智。不良的僧侣呢，运用法术的目的呢，无非维持他的生活而已。学会了这些的道术以及法术的时候呢，一般信众呢，看到他这种的施法，认为这种的法师、这种的出家是了不起。一旦呢受到信众重视的时候呢，开始变样、欺骗、欺诈，因为呢是欺诈了许多的信徒。所以缅甸政府呢不得不要去逮捕这些不良的出家人，要么就是给他出家，要么还俗，就是说呢还金，他有真还金以及假的还金，有的时候假的还金还比真还金漂亮，真的还金价格比较昂贵，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呢，取而代之就是用的是假的还金。世间上的人们对于假的黄金的使用率是比较频繁的情况之下，真的黄金因此而就没落于世。换句话说呢，这些不良僧侣的法术道术一旦兴盛，正法也因此而没落。有些都是呢给你一些药，你只要服下去也能够可以变得健康。但是呢，各位要修出世间法，绝对也不能靠外力的，而是要自己要亲自实践，一步一脚印的方式，踏踏实实的实践，才能够升起明智。都干嘛？世间善的人可以分别为善知识以及恶知识。任何国家民族里面呢，就有这两种现象。恶知识呢，是心怀恶毒，所以呢，他所说出来的话语都是呢不良的，而他所做出来的动作行为一举一动呢，都是不良的行为。所谓善知识呢，心怀良善，他所说出来的言语都是善良的，而他所做出来的一举一动呢，也都属于是善良的行为。如何来辨别善与恶呢？做了这种现象，到底有没有过失，作为一个准则。避免不良的言语动作，按照各国的不同的这些的风俗民情，接受传统的教育也能够可以改善保持。除了各国的传统的教育以外呢，是政府也有规定了一些的宪法法律。总而言之呢，假如违反到各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法律宪法的话呢，凡是这些的行为，这些的言语都是不良恶的。那么这些的恶知识呢，它往往都是呢违逆了这些的法律宪法，也违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而这些的善知识呢，是不违逆该国的宪法、法律、传统文化教育，也不做也不说的。为何这些善知识他们不会去做这些不良的行为呢？因为善知识必然有七种的实力。Buddha Sasanam Buddha Sasanam
Ji ran de de du. Ji ran de de du. Buddha sasana. Buddha sasana. Ji ran de de du. Ji ran de de du. Buddha sasana. Buddha sasana. Ji ran de de du. Ji ran de de du. Sadhu. Sadhu.